近日，在网友发布的内娱流量一览表榜单里，青年演员肖战和朱一龙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和王俊凯一起位居榜单一档，紧随其后的有龚俊、王鹤棣、李现、杨洋、任嘉伦、罗云熙等，基本上涵盖了娱乐圈里所有响当当的男演员。另外，业内也发文感慨肖战的个人影响力，夸赞肖战很顶，都红了这么长时间，肖战依然是顶流，能够做到这种程度，真心很困难。据悉，肖战凭借自带的高流量和影响力，成功位居榜单一档，同时独一档的还有朱一龙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和王俊凯，都是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。对于肖战来说，在各大热门榜单里，肖战可谓是从不缺席，业内不少人也都纷纷发文感慨肖战的影响力，直言肖战是顶流，人尽皆知，只是没想到肖战这么顶，这么多年了依然在顶峰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的影响力，又为什么可以登上顶峰这么长时间，归根结底是好作品和人格魅力。一部《陈情》令肖战崭露头角，一部《斗罗大陆》印证了肖战的成功并不是依靠运气，而是真正的实力。肖战是实力派演员，总之恭喜肖战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肖战做到坚守初心，他是努力坚持不放弃，肖战接下来的发展状态必定还是非常火热，一直都在顶流的路上。如今肖战带来的惊喜数不胜数，多部新剧待播，话剧《如梦之梦》拉开序幕，预祝肖战演出顺利。肖战这样的发展状态，看到后非常开心，彻彻底底走出来了，继续努力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粉丝们一直都在，一直都会陪伴在肖战身边，共同走出困境，迎接明媚的阳光，坚持不放弃，肖战值得期待，从始至终都是如此。